时间早上十点，礁溪白鹅村有一群鸭子，这是他们在池塘边抢着吃点心的声音。听见这个声音，就能感受我们的爱。Love Radio FM 90.3罗东电台，让音乐引领你走向自然，在地浪对拖的关怀，来自蓝洋平原的爱。Love Radio 90.3。一个男孩在参加演讲比赛。